历七月就要到了，也就代表着鬼门即将开。今年将在国历八月三号这周六晚上11点鬼门开启。民宿专家提醒，相关禁忌可要当心。龙年就是的气比较凶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龙飞上去的，它的尾巴很强嘛。那它鬼夜的时候，它龙会下来安抚这些好兄弟，不要在凡间闹事。龙年气较凶，禁忌要注意。其中在屏东东宁清水祖师宫，他们所供奉负责掌管地府亡魂的阴地普渡三公特别交代，这期间五个姓氏要小心血官及水官抓交替，包括许、陈、张、江、卢。血官呢，就是要注意行车意外；那水官呢，就是注意呢，不要到海边、溪边、河边，这个经常出事的地方，容易被抓交替。但其实算一算，姓氏陈就有262万多人，占比高达11%，而姓氏张也有124万多人，占比5%。另外姓许的也有占2%多。也就是说，五个要注意的姓氏囊括全台1/5人。除此之外，鬼月期间还有其他禁忌要注意。你可以登记结婚，但是不要去办结婚，你不要去娶鬼新娘嘛。习俗上还有的禁忌，不搬家、不入宅、开市、开幕都要尽量避免。民间习俗仅供参考。三立新闻李文玉、陆佩玉台北采访报道。